家好，我是雷雪。一直以来呢，我都觉得我的皮肤很黑，很粗糙，不够细腻。所以啊，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皮肤又白又嫩的女孩。最近啊，我听朋友说有一种针叫做水光针，特别管用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打算来了解一下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哎，这边有一个诊室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医生吧。请进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水光针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好的，好的。首先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水光针呀？水光针主要是把玻尿酸和其他一些营养物质呢，用水光注射仪呢，给它注射到皮肤的真皮层。那打这个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水光针主要是给咱们皮肤补水保湿，然后改善肤色不匀、肤色暗黄，还有一些毛孔粗大。改善皮肤的光泽度。那这个药水打进去的成分是什么呀？主要成分是一些玻尿酸，然后根据每个人皮肤状态不一样，再配比其他一些营养物质。啊，谢谢。玻尿酸那个成分跟下巴的那个玻尿酸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咱们这主要是改善皮肤状态，主要是补水保湿。咱们填充的下巴呢，主要是分子量大，咱们补水保湿这个分子量小。那这个水光针它主要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我的这个皮肤可以打吗？可以。你的皮肤经常熬夜是吗？啊，对的，经常。而且我就是红血丝平时也挺多的，皮肤角质层薄。你皮肤角质层薄，但是它有些那个就是正在过敏期啊，或者是长痘痘炎症期呢，先暂时不要做。那我今年不想再被他们叫黑妹了，所以我今天确定要打。好啊，那咱们去治疗室准备一下。好的，医生。啊，医生，我还有个问题，打这个针疼不疼呀？会有一些疼，但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忍受。那多久见效呢？差不多七天左右吧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哦。等一下医生给我来卸妆，然后敷麻药，我就可以去打针啦，就可以变美咯。咱们现在先做一个水养的深层清洁。咱们这个仪器是从韩国进口的九针水光注射仪。这个黄色的是药水吗？对，这是咱们今天要用的药。它有什么区别吗？都咱目前呢，就是水光注射呢分为基础型和功效型的。你的皮肤呢主要皮肤颜色暗，缺水干燥，今天给您用一个美白功效的。咱们现在开始做了啊。做完了，做完之后你的皮肤薄可能会有一些红，然后会有一些小包，但这个呢差不多两三天三四天慢慢就恢复了，不用担心，都是正常反应。然后这一周内呢，不要吃辣的，不要吃那些刺激性食物，不要喝酒，然后不要蒸桑拿呀泡温泉的，最好头三四天呢每天敷一个补水面膜，这样它恢复快。做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做完了，大家应该能看到脸上呢有一些那个红点点。刚刚做的时候呢，整个脸特别烫，特别热，然后麻麻的。不过还好，这里的医生呢很周到，特别细心，给我做了冰岛之后，现在脸上呢基本是没有什么感觉了。我很期待一周之后的效果。有奖答疑时间。知道水光针所用的玻尿酸是哪一种吗？ A 小分子， B 大分子， C 因人而异。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伊美尔微信号，回答正确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伊美尔价值480元的面膜哦，赶快行动吧。